他直接就是感觉就很专业啊。对对对，他很厉害，他很棒哎，太酷了。哇，厉害！哇塞，浩哥，你简直是水上小王子。萌萌真的就是他一个特别大的点，优点就是特别会夸人。夸人，对。哇，好强哦你！很强哎。还好，浩浩好开心今天。而且你头发颜色真好看，真的，就那种在阳光下是那种金棕色的，没有你的好看。真的吗？我到现在才看到他们两个有点像恋人，之前是完全好像是刚认识的朋友。好好玩的。Cheese。今天呢是我跟浩哥来玩滑水的一天，是我第一次，但是浩浩的第二次。我们现在去尝试冲冲，老谁先来？我先来吧。你确定吗？可以，问题不大。下水，加油，争取站起来，我就给你拍照了。再坐，往右看。哇哇哦，这真的挺专业的。哇，哼哼。哇，萌萌在欣赏浩浩。对，国浩确实挺帅的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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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我在帮你拍视频。哇，放靶了。就很难啊，现在才像真正的浩浩。好厉害啊，好厉害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运动的样子，今天他在冲浪板上站起来然后冲的那一刻，我觉得好帅。